不当，我不当，一个恋爱脑，一言难尽。这花有讲究的，十一朵腹中有戏，你得往后稍一稍了。你现在光做自己帅了，你看着那个，我就是不受控制了，就这才是真正的爱情。欢迎大家来到好运有约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See you。 欢迎欢迎， Long time no see。 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，这一期是侯总，王总。哎，今天三傻少一个人、啊、没事，你替补了，替补了行吗？我不当，我不当。二哥没在。二哥 still 丢了。二哥现在二哥在 still 回来的路上。对对对，曾哥马上就回来了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节目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啊？感觉一言难尽。抠地准备好？抠着呢，抠现在就抠。最近节目播了之后，你有没有什么反馈？是不是恋爱脑？恋爱脑。恋爱脑是好事。我就是脑袋空空，一个恋爱脑一壳。我看到还有评论说，说我看着像文化不高的样子。确实是，确实，确实，我文化也不高，我文化也不高。我还看到你那个高中补习班，补习了半年，然后提了四分，主要是题难了。脑袋空空，脑袋空空，文化不高的样子，文化不高的样子，半年四分，提了四分，三傻让给你，拜拜喽。哎，我想知道今天录什么？第六期，就是大家第二次约会的时候。你们猜猜第一组是谁？我觉得是猴和小孙吧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是说我呢。你别在这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啊！你得往后稍一稍了。你现在我在车底，我在车底，我在车底。那咱们就开始开看吧，来吧，开看。来了哦，这期老美了，真帅啊，齐哥真帅啊。笑什么呀？我曾哥好帅呀、啊！我曾哥，你在瞎逼我？都没有曾哥，你曾哥好帅。对呀，我想到曾哥，曾哥在车底。就我很好奇啊，就是每次约会的时候，就我们男生都在那儿，就是摆 pose 嘛，就是不知道女生。我也没有啊。先把自己摘出去。我就是不接你的话，让你的话全部掉下地狱。那个，你说，没事，我来，我收了，去吧，别，你说，然后怎么着？就是你会摆个 pose 去等吗？我不会摆，我紧张主要是。哎，我现在我都不敢看，我就看自己，我好尴尬感觉。看着多看也会习惯。走老远了那条小路，巨远，鞋底都磨平。卖那个哇，还哎。太温柔了，对，这才是你，真懂我呀，好幽默。我帮你干点什么吧，站那儿多没事儿。我要演一下，这个不用。关键还你，这是人家说不用。太直男，太直男，太直男，太难了。就嫌你有劲儿，真的是，你拿一半也行。不是，为什么他戴一墨镜，他不给你准备墨镜？因为你这批评你光做自己帅了，真是这么大块都心眼一般。为什么戴你框了？就昨天没看着。这种默默记下的这种，然后他默默的在后面相处中，然后帮你实现，我觉得很加分，是吧？嗯，真的很加分。那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这种行为是很加分的呢？我觉得就是回应吧。这个话就在小屋里也跟我说过啊。什么行为加分？站在车上等着，这样等着。太绝，多死，确实挺帅，我觉得那 pose 没毛病，没毛病，真没毛病，真的挺帅。小包还挺可爱，是吗？送给你了。这啥呀？你猜是啥？拍立得。对对。我太聪明了。你不是在里面吗？我才知道他拿回小屋去了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对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王总会提前准备礼物吗？腹中有戏，张飞绣花。腹中有戏啊！把我的零件给我，你把我的零件拿到了。我其实那个上次约会那个盒里面还带了一个炖牛肉。炖牛肉，我怕人家没吃饱。真的吗？后来太蠢了，没敢打。太蠢了，太实在了，是吧？太憨了。哎，我的手有点酸啊！哎呦，完全没有表情管理，我的天哪！我不吃东西。我少吃。
我少吃。但是我能吃个鸡翅吗？我不吃东西了。我觉得好多女孩应该都是吧，拍到好看的照片都会很开心。女孩都爱拍照。王哥学会了，我最有一黑人劲。其实我觉得你身上最酷的就是你的性格，上强度了，发力了，确实是冲，是吗？嗯，很帅，真的很帅。你的名字跟你的笑容很贴切，就这个人给你的感觉。哦，我叫好运啊，你叫好运。啊，我想到他们一个疯传我的表情包，拿一大封在东西的夹子的表情包。我们还没看过，回头给你们发过去。可以可以。那衣服吊牌没呢？我没想到这也放进去了。我觉得这一点就是，有时候我还跟七哥挺像，就是双鱼他会在意这些细节。对对对，好运也是双鱼。对，我也双鱼，我跟大齐就差一天。我是个犹豫的人，因为双鱼座肯定都会有一点，因为双鱼座多愁善感嘛。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别问我这些问题，别问我这些问题。我能怎么说？真的是，我犹不犹豫，反正都得挨打。你要干嘛？算了算了，我是坚韧不拔的新一代女性。新一代恋爱脑女性。就因为我个子高，大家就说啊，这姑娘真懂事儿，你看帮这个帮那个的。但是我其实特别想被人照顾。那你后面有被照顾到吗？有，我觉得小屋里每一个人都挺照顾的，除了我。对不起对不起，道歉了。这有什么的？你猴哥，我来，给我一拳，来来来，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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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劲打！哦哦哦！哎别，北极兔粉丝会那个心疼心疼。不，这不至于不至于。那所以你们的那个擀面杖恩仇免了吗？哎呀，早免。都赖我，都赖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别赖我赖我赖我！哎你别，先别火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个都无所谓。感情上你喜欢什么微微道来？那天那么直接吗？比较直接。我特别靠感觉，想允许有自己有这么一段偏离，或者但这个偏离不能偏大离，就是还在轨道上。我知道了，就是靠感觉，所以上头快，不好不好。再给我一拳，再给我一拳，快快快快，再给我一拳，得快快打，快打，快快打，快打，快打快打，好嘞好嘞好嘞。你真的好适合演电影，我真的电影感女孩，真的真的，就整个画面就真的很有质感，真的像大片一样。鼓掌，谢谢。好运有约，下回还邀请你。这么会说，所以觉得应该会看到这块老美了，后面巨美，氛围感拉满，这氛围感确实不错啊。夕阳，怦然心动。这也播了。电影。哦，我还以为叛变呢。别上隔壁屋去了。抬点下巴，我会选。太帅了。齐哥长得好，齐哥长得好。好像这里不需要我俩了。啊，对对，好运课堂给你们讲一下。我们俩走。别，拍照其实不是 pose， 是构图和选景。我看现在男生拍照不应该都是蹲地上这样，咱不就吗？不建议采血。别，求求了，别动。这手是这样？确定这样吗？不好看。这不挺帅的吗？我先说，这是他俩选的，他俩选的，你们老二呢？老二差一那谁？给他留一个位置吧。老二，你别屁上，别上啊！来。3、2、1，换一个吧，能不能拍好看点的？这样吧，行。男保安，一点也不好看。来，3、2、1，哎，但是腿挺长的，反正。对，那你再来个亲姿势，还用吗？差不多的。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